刚好我那时候接到一个业配，然后我要 po， 然后我的账号被锁住了，我没办法 po 那业配，我损失了一些钱，就是广告费几百万了。差不多、啊。然后我就好像觉得有点破财这样，我就去行天宫拜拜。那可能是行天宫帮我的。大家觉得有言论自由这种东西，其实在月城白酒上面根本没有。可能今天会到场。会，对。那今天晚上他都一直有看这整个节目，然后他很喜欢，就是所有上面的一些选手，他很支持，所以他今天也想要来看一下。他好像很喜欢 Aquaman。可能他最近就是在拍脚头这样子，所以他变成比较那个、oh. 对，七个一起比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真假的？我都没有在用 IG 哦。我们七个一起投票，然后选出这一季真正的巅峰之战的冠军，这样对。所以你就叫我表演了、啊，然后那个 MVP 也说。唱了，拜托唱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啦，那就我唱歌。你唱超屌。好，你看。真的？这个有什么惊人之举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我会干什么？宣布，他唱完宣布参选了。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。现在不是大家都等人家参选吗？他唱完宣布参选。最好今天会到场。会，对。那今天晚上他都一直有看这整个节目，然后他很喜欢就是所有上面的一些选手，他很支持，所以他今天也想要来看一下。他好像很喜欢 Aquaman， 可能他最近就是在拍脚头这样子，所以他变成比较那个、对。然后其实他全部都有，就是大概讲一下这样子，对，因为平常都会跟他在那边分享。刚好我那时候接到一个业配，然后我要 po， 然后我的账号被锁住了，我没办法 po 那业配，我损失了一些钱，就是广告费几百万了。差不多、啊。然后我就好像觉得有点破财这样，我就去行天宫拜拜。那可能是行天宫帮我的，所以是恩主公帮你把账号救回来、啊。也有可能是恩主公，但是迪拉跟蔡诗芸都有帮我，他们很多人还有谁啊？志奇帮你超多。对，志奇他是整个在用工会的力量，对，全部发起来。志奇在他就飞了一趟 Meta 美国总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他飞机刚下来，他在今天会看。啊，对啊，他就有他有志奇，还有阿迪。所以他们就是很主动的就帮我，因为他们都有那种被封锁的经验。不是盖，前辈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踩到什么雷？我踩到什么雷啊？就是他 iPhone 里面有一个 emoji 是水枪，然后最近美国有一些校园枪击案件，那如果我把它po出来，他们会比较敏感一点。我说那些 AI 啊，那 AI 会侦测比较敏感。AI， 不是盖的。其实网络这种东西，我在那边讲一个比较严重，就是大家觉得有言论自由这种东西，其实在 YouTube IG 上面根本没有。哦，对，就是大家觉得是有的，但是根本没有。